你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叫做《星际争霸一》？这个游戏啊，可以联网对战，也可以单机的玩。单机玩的时候可以输入秘籍，当中最有名的就是 Show me the money， 能够得到矿产。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些秘籍啊都是什么意思，是怎么来的。 Show me the money 很简单啦，给老子来点钱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。每次啊去银行我都有说这句话的冲动。地图全开的技能叫做 Black Sheep Wall。 Black Sheep 在英文里面呢有害群之马的意思，一群白羊里面有一个黑羊就很容易被狼群给发现啊，加上一个 wall 墙的意思，我想应该是防止害群之马。因为这个游戏啊有一片黑的地图，你不知道谁来黑你，就好像羊群永远不知道狼群何时来袭击。当地图全开了以后就没有这种顾虑了，所以啊我觉得是这么来的。加快生产的秘籍叫做 Operation CWAL。那么 CWAL 是什么的缩写呢？因为当年啊，暴雪公司制作《星际争霸》的时候进程很慢，一众粉丝在论坛上就催促他们快点生产，你别磨洋工了好不好？粉丝的标题经常使用任务刻不容缓的英文 Operation Can't Wait Any Longer， 缩写就是 Operation CWAL。 无敌就比较好理解了， Power Overwhelming，压倒性的胜利，直译的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街机的人物我们称呼起来千奇百怪，那么电脑游戏有没有统一的叫法呢？我很想知道神族的这个东西反隐形兵种，你们是不是叫它小叮当来着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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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